刚才从看了嘎吉嘎巴工厂，然后过后呢，现在来到这个哈妈妈树做新干线了。这两栋呢，就是它的 Innov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er R&D 的 Center， 单单 R&D 就这样大了。我跟你讲，后面还可以再看到更大的，这个是 R&D 啊。OK， so 他们邀请我们去看多几天，带你们看一下它真正的总部，那一个才叫做大。想把它顶着啊。我们先看它 R&D Center 先 ，Let's go。我跟你讲，我在里面走了两个小时，很累哦，因为我在想到底要拍什么，太多东西了，我觉得我 cover 不完了，我只是给你们看钢琴罢了。OK， 首先给你们看这个 Innovation Road 前面 R&D 前面的两只那种狗熊了。我不是北极熊吗？为什么呢？他讲说想要看他们睡到睡到这么和这么那么安全，很 peace。不懂，到前面这么重要的位置就放这三个东西，啊、这个 Siren 的这个环境是很特别，然后。CX1GB1K， 然后 CC 全部 CC 不是多份的一个黄金的，不是多份，就这个不是多份的，这个黄金做的了，黄金做的，然后应该是贴纸上去的，贴纸上去，然后。这个是 silent piano， silent piano， 然后它的这种很旧的这种，然后这真的是刚才做出一个一个事。一件的这种大理石还有做嘞，我的 video 之前的 video 讲到了，就是他做这个拱设的，然后还有这个 skiing 的这个，他一做一轮罢了就直接拿奖了。然后还有比冲凉的 bathtub 啊 ，bathtub 他也做好了 ，OK bathtub，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啊，制作很多很多，然后基本上就是很多。很多啊，总之是很多。这个人到底他是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东西？因为这间公司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多东西出来？然后进来这边呢，就是色啊，那种做又做又。刚才这边呢，他不给拍了。这边是刚才是 live 的人在弹，他是 AI 在弹琴啊。你所有的东西呢，都是因为 study 这一摞东西的，这一个小东西的，因为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，所以他摆的这个位置，1887年 start 这样子。然后过后慢慢做，你看他刚开始做家私啊，我跟你讲夸张，那我跟你讲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飞机的螺旋转这个啊，他都做完，你知道吗？螺旋转都做完，然后过后就慢慢做，然后过后再做雅马哈，他刚开始呢，他讲 start 这个公司呢，就是基本上他只是想要修好一架琴，因为一个小学打电话跟他讲，哎，多拉卡苏三可不可以来修一架琴呢？然后过后他就讲，OK， 可以，没问题 ，That's， 然后过后就去修，然后过后他修了过后呢，他觉得，哎，怎么有这样好玩的，这样神奇的东西，所以啊，他就你看，扛着他自己做一个 ，OK， 那这边他写他自己做一个。做了过后呢，拿去给大学，有一个大学叫做什么，他妈妈说 Music Institute in Tokyo， 他拿去给他看，然后他们那 professor 讲不可以，你这架琴啊的那一个 tuning 不稳定，所以他又在做第二架，做好第二架过后呢，他就慢慢做钢琴开始，然后去摆，他去 visit 百多间工厂啊，在美国住一年啊，然后过后就去 visit， 然后做，然后过后呢，他呢又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他又不小心给他撞到摩托车了。OK， 他就是研究，哎，怎么有一个烂的脚车？他就讲研究 ，modify 一下，然后就变成这个 modify， 然后就做摩托车，做，然后他又做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啦，那种 golf club 啦，
然后包括那种冲凉房啊，然后地下的地砖啊，然后连那种文，然后连那种桌子椅子他都做了嘛。这个人是不是很过分？是不是？你可不可以专心做一样东西？然后过后你可以看他的这个，他的 logo 改变的历史，就是这样子了。OK， 他之前的最早期的是一只凤凰咬着一只 Tuning Fork。OK， 这个是我们 Tuning 的，这个是 Tune 440要用的那个东西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一个。修理这个，你当你弹的时候，是你左脚右脚在这边弹这样子。最早期他修理的那个 rig 呢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因为太多东西看了。然后过后呢，多几天我们去 Tokyo Yamaha Ginza， 然后过后我带你看一下 Yamaha Ginza， OK， 整栋大厦， OK。